針對外籍母女飲用驗出含有酒精乙醇的利賓納之後灼傷喉嚨一事，利賓納生產商香港三得利公司在星期五深夜發表聲明，表示目前並沒有其他利賓納產品受事件影響，在內部安全以及品質檢查之後，確定利賓納330毫升石子包裝黑加侖子果汁在生產過程當中完全符合所有品質規格，同時就相關批次的產品進行內部檢測，並未發現含有任何類似酒精的成分。聲明又指出，有關案件已經交由衛生防護中心、警方以及食物環境衛生署進行聯合調查，三得利會繼續全力協助調查工作。百佳和惠康超級市場在同一日較早前決定將全線石子軟包裝330毫升的利賓納下架，他們都強調只是預防性質。 ONTV 東網電視新聞台報導。